好啦好啦，那就用 APC。好，APC。那你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他好像在照我，雨轩好像在照我的。所有目前 OK 要了。好，那我玩这个我就选。玩这个就要下了，好吧？嗯。这很难玩哎、欸。我没玩过嘛，怎样？都是这样。不跟他比玩，可是很难玩。是很难还是很难玩？很难玩，我觉得好难。所以是很难还是很难玩？就拍上你，没有要攻龟背。所以是很难还是很难玩？哦，所以很难玩。哦，飞过来了耶！要打下来。在哪里啊？抓下来。哦，看到了。要不要抓下来？是吗？抓到了！哎，你心冒死了啦！哎、欸，可恶，没等他炸下来。你现在怎样？上 APC 啊，没有炸下来，只是炸好玩的，我不知道炸下来会怎样。走路应该会比较快吧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不会。啊，我当我们血量炸掉一点了耶。好远哦。还好啦。你看地图还好啦。哦，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会很难玩的？你终于知道了。来加速。这样会加速吗？会啊，会加速一点点。你就一直射吧，一直往后射。这仰角不错高嘞，原来就知道仰角不高了。如果没浮角，烂车。闭嘴啦，当 WOT 啊！哦，啊，不能玩，对啊，多人的任务。水中湖要潜水哦，认真。所以我才觉得很难玩啊，有够难玩哦，接下来。你射不到、啊。那是我们的泰坦是那个最直升机是我们的。要跳直，然后在水中湖里也要把我们打掉。
子。不行，我睡不着，我睡不着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追上来了？我把他炸掉了、欸。这不会有事吗？我把我们的运兵炸掉了。没炸、啊，应该是没炸、啊。这五步又开炮。要潜水哦。对啊。好啦，潜水。暗狙，我还没用过水中呼吸器耶。怎么潜水啊？困难。按空白键啊，然后 Shift 一直按住，然后上下左右键全 WASD 就可以控制了。哦，结果三个人都下来了。一次只能拿一个包裹吗？没有，可以拿多个。哦，可以拿多个。对啊。拿完了吗？拿完了。哦。我变驾驶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坐后座？没有人前座啦，炮塔。你还靠呗？啊！那船怎样？好远哦。嗯，好远。哎、欸，这迷彩好丑哦。不会啊，
加油站。哎呦，要打蓝点对不对？没有啊。我好棒。哎，死不了哎。死不了。耶、yeah. ！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哦，结束了。好了，好过了。我靠！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没有杀人啊？闭嘴！唉。